现在我要解说的是五色花，五种颜色的花。首先，我们黄色和红色做连接，然后做三加三，红色在后面，三加三，然后做扭转。这颜色要间隔。现在红色在前面，三加三，我们一共做六组。六组把它围一圈，然后绿色在这个地方做连接，绑好后我们起这一段距离，做一个泡，到这里绕一圈，绕这两个中间绕一圈，一共做六个。接着我们要做里面，我们先量这个直径大概多少。这两个平均分配，它的长度，我这边大约是五加五，双泡做连接，这个动作一共要做六个，把它做成六瓣花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顶放在。这两个中间，这样子刚好塞得满满的。接着我们做一个花心，拉到后面来。紫色，先做一个二，把它间隔，然后做三个熊耳。花心的球皮固定在熊耳上。然后再接一段，做它的指甲。我们这个可以调整方向和高低角度。这五彩缤纷、漂亮的五色花完成。